就我这样的人一定是中国的标准式老婆婆。谁嫁到谁嫁到儿子折磨死。哦，你们点就行，你们吃啥我们吃啥。包头这边有那个油面，呼伦贝尔这边属于东部，所以它没有这个油面。这边属于西部人啊，西部吃油面。油面是西部人的货，三件宝之一。第一件就是土豆，第二件是面，第三件是羊皮袄。所以我们先来体验西部的这个。我想要羊皮袄。羊皮袄，内蒙古实在太大了。同样是内蒙古，我们有很多没吃过的特色美食。他们不愿跟我出现一个镜头里，他说我怼脸拍。本来一个镜头就剩一张脸了，不用那么细。蛋蛋你太细心了，谁要嫁给你太幸福了。蛋蛋事无巨细的为我们涮杯涮碗涮盘子。之前就是一直也没有这个习惯，后来因为老是做我的员工。因为不是因为旁边有一个多事的女人。他听见了，他假装听，他假装听不见。事儿多呀。就我这样的人一定是中国的标准式老婆婆。谁嫁他儿子折磨死。标准式老婆。这是西北大拉皮，我能问一下，为啥给我们这么大的盘子？我也就想知道。不管你吃的多，用盘子吃。哎呦，谢谢！上来一个菜，请一个盘儿。挺好吃哈。我们这视频一定会很多人说，你没喝酒。大中午的这样好吗？下午都是有正事的人。这是评委莫老师，这是评委郭老师，这是评委阿爸阿爸，这是评委卡杜迪老师。木木今天请我们吃凉菜，这都是主食，凉拌油面、土豆，不是今天吃到了土豆和油面，就叉叉羊皮袄，还有鸡汤豆腐来了，最贵的菜了，最奢侈的菜了。就把我们西部说的这么熟，太有钱了，因为西部人都是牛羊，是他们不吃肉，不是我不吃。家里天天吃肉，谁家没有牛羊？一块一块的，没事没事，看得到吃不到。不是，它挺完美的，我怕给它弄坏了，我不得劲儿。对啊，燕麦知道吧？啊，燕麦磨成的面就是这个，明白了不？那你吃这个岂不是吃燕麦？减肥餐？就是减肥餐。油面，油面，这符合我们这边的口味。我不能光吃菜了，我还得就点肉吃。我感觉好像不吃肉就吃点啥似的。刚刚这滑溜溜的好像。不是，等我们孩子结婚了，你还没结婚呢。我征求让我姑娘看看他们有没有合适的建议。还上小小班的。